讲迄个单写迄个，有啊，你刚才也我讲啊，你咧急钱拢也我讲啊，还不是安尼急袂来，拢爱讲啊。金龙三四五，八人客，砂锅锅一头，两百落，两百块落，两百块落，到时来客。靠呀！你讲多少年是啊，小孩啊？我老婆不起来了。哦，我跳一曲啊，跳一曲啊。正花未来就是小孩啊。哦。啊，白的是比较清高的，白的哈。哎，最后这只两百三咩啊？不好意思。那我懂，那个我那没有，我怕我话无多。小弟就问你了呀。你唔好学白嘅，啊？要白嘅全部归啊，跟白嘅，佢都可以啊。我是讲，几只讲到咩来啊？白嘅大过八咯。可以啊，你啊。咁来哦，诶，大点咁样大只啊。无啊，你明白咯？无啊，你咩事可以叫伊公司听好啊？以后迄个代志咱现场还现场，你迄个物件拢换公司去处理啊。我阿袂咱大你啊。我甲恁所有人家拜托加高价，加甲恁贵好无？春姐啊，你甲我买买，真正春姐。我感谢你的支持，你也无啊，我骨鸡啊，但我骨鸡阿成你又奇怪，人讲拢无啊，哎呀阿无你做你个，咱个我摆起哦，我不用扛伊啊，但汤面要摆个摆啊，你要两只啊，六百少少。打我，哎，我骨鸡从这只三百块买起来拢无啊，三百块，从这只三百块买起来，啊？啊！即你买啊！即只卖你百五，你客客同个啊嘛。啊！阿三二一句话，安尼落来，我后摆搁遇到一只多，客气讲个着。是啊，客气讲着。来啊！迄个，来迄个，看有人要食客气讲个，两百咯，两百块。两个啊。今只拢无啊！哦，客气讲你要买金杯哦，两百块。我客气讲大概买大概二六哦，四五六七八，九十。二四六八十，能八的。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你们有没有交代？没交代。啊，不过这我这几个啊，造出来一。二四六八十，能八的。嗯，好，你先把他们背吧。我后头要控制了。够人要买一百块的无？一百块。人家拢无啊，一百块人要买。有啊，但差一撇，几斤？干袂干？我好啊。可以可以，我摆靠边去。这锅要谁调？收了。八几条？八几条？无啊。你拿咧六七包袂到，就只啊你钱钱袂去吧，哎，啊交拢交一笔，哎，对，你交一笔，安尼好，你包收着。哎，阿东，给我买八七了，八七了在哪里？八七了成功无？厉害啦！阿无，要差一样物件，一空，这个透过地图去落去啊。啊，我地图过去啦，我买一部啊，互你好摆啊。有人要食地图过无？地图加鸡汤鸡腿肉，三百片，二百五片，一百了，来上面就地图片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这好食啊！地图片一百块嘞，一百块嘞，来啊，排起了，阿平排起，我来处理了，排了我带到家里用，一百块要来无？两百块，一百块要吃，地图片就好吃哦。走，来，包过，也退过，阿龙有啊吼。今仔日你若在拢爱讲，我以为我今仔后壁无剩无啥物啊？啥物？来牛筋，来牛筋起个，好，牛筋上我一项，牛筋上来。你家生仔是当下嘛？兔兔起来啊！兔兔你买咩买嘴啊？看到你家生仔就气啊！嘿，有人要食兔兔鱼哦，孙姐，不错。一个人下买落啊，第二个你买买啊。五百啥物食兔兔鱼？五百块，一个买落啊，拢我处理啊，五百好。有人要食兔兔嘞？五百，一个人家出手啦，紧嘞啦，五百。拢无来啊？无啊！我来讲啊，拢无啊，拢来啊。五百怎么食兔兔哩？专门你的五百块，普通。五百有人要食无？啊，伯伯啊！这五百四只啊，给我真正无得搁俗，我加加搁俗一咪咪啊，对吧？四百怎么食？这唔好你卖四百，四百怎么食？一个人家。
哎呀，你不是四百啦，你相信我，两个你来啊，啊，两包了。这上面只白菜咯，一包猪肉鸡啊，白两包五百几公，两包卖你了。来起来，来着。加毛片，加毛片，那给两包了，两包了，两包了，都给两包了，春天我再拿点了，不急。八股斤三百，敢不？好来，这一包股斤鸡啊，我两包五百，我两对少年啊来一个买两份。要吃牛筋三百，七包搁送你，七包搞你，这两包搁请你，你吃好嘛？我牛筋你也赞哦，三百搁有要吃无？好吃。三百块三包，四包五包，六包哦，三百块。这牛筋吃着你会吐哦。拢有啊，牛筋拢无啊，恁试吃看嘛好无？两百了，来两百块。好吃。唔好买过，你买两百块先试吃看嘛，两百。两百搁有要吃牛筋无？好吃。两百。好吃啊。哦，安尼，伊个牛筋全部卖了了。车顶后斗还有啥物我讲？焖鸡哦，你海关鸡用台，我对搞不要的。来五百喽，拢无啊，四百喽，无啊，四百块，五百喽。好啊，无啊，卖个烧啊，真正无啊。啊？哦，谢谢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你若叫你，你若收个，我愿意哦。零星妹妹，来，最后这包两百无啊，歹势。两鱼皮也袂敢够，阿明去开。两百最后剩一包，啥物啊？进来啦！来者。哎，阿文，你后壁现捞的部分剩啥物啊？甲我讲一下嘛。起袂起阿平，阿平，你临港迄个物件要起，你妈安尼起，你用这个起，你安尼啊轻松，较免摸较伤累了，吼，起起就好。我今仔送点的，拢无啊？佫有啥物无？还佫差一空啊？刚佫有啥物我讲？我海龟鸡我不个卖掉啊，啊，啊，剩个卖四包起了，海龟鸡白只我卖不了白只个，好啊，等下就海龟鸡等下我好好玩，我只了我做一个要处理啊，啊恁紧了好啊，两百了好啦，做一个来，两百块，紧了，两百，做一个来，要处理啊，再搁送你啊，两百块要吃肉只了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啊，再搁来，两百搁一个啦。这个上你了，他没必要去了。好起来，这个来呀，这个来呀，这个来呀。最后个两个上面啊，进来，这拢我你啦，别个考虑拢我你啦，这个来呀，这个来呀，进来啦，搁一个啦，搁一个人去两百进来。最后搁一个满安尼啊，搁无爱摕钱出来。最后搁一个好无，我来拜托你好无。我买个升本啊，我就搁加落去。给给等我，来两包过来，两包过一个了，我去。好啊，包过无？好个呀。无啊，你几个？你无啊？你两个我面，我看听你看一个都无。无呀，我一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这里。几个？八十八个啊，一百个呀。还有嘞，还有几个？不知道了。你买啥物鱼皮啊？你买啥？三百啊？哎，老实讲，鱼皮啥物只三百，你三百了啊？去后壁加冰，去后壁了啊？啊不，你加冰。鱼皮这一包二十条，两百啊？可以啊，不可以？这样这两包两百，咱们吃鱼皮吧？一百了。好的，最好一包一包。哎呀，还差多几个，就当不用带去。还没涨，还没涨，嘿，行吗？行吗？行吗？可以啊，明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咱继续。海龟子啊，炒蒜头汤啊，辣椒啊，来，想要吃免一千八百，后边要给钱给你。海参来炒一盘百块，这包炒三盘四五百块啊。两包炒八九百块啊！海龟子敢够？好啊！比较饱也好，好无？做咩事嘛？哎，对，是是是，注意注意。哦，海龟。你帮我带几双好不好？你们带几双？你去处理了，一共带几双？一派光。这个现在他要卖。四个人可以吃海龟子，四个人可以两包装，你们搞八八百，两包了，两百块了啊，两包。三个四个。四个人，我给他。两包。这还没结啊？这还没结啊？无呀，无啊，无。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好，两百块。几钱？几钱？来，喂。我有参加。有。没有参加。再见。有啊，我咧坐啊，我咧坐椅啊。我阿姨嘛，要爱过海过去啊。那三包
直接都给我们。三包了。一包了，无啊，海鲜是一包。你要干啊，你啊。这是我拿的。你找钱啊？你要两包没找你？小姐。要一包，别。再来那个白沙，这个。啊？快出早了，没了，今天都早了，没了。吃不了了，那些物件送过来，让人寄去啊。本来要吃红烧牛腩嘛，用我手夹饭夹面，一包煮了300-400，两包煮了600-700，三百了。一包要送的，300块，一个人加装包。300有人要吃无？好，起来。好贵，这上好吃的呀，这红烧牛腩上好吃的。300够要吃无？红烧牛腩够要吃吗？100了，四只看卖哦，小姐我卖了100块。100块，来两包。好，姐，来，走，姐姐。我买100，200。好，我买来不？100包。来，小姐。这样300块买来100。还要不？你给我买牛柳，牛柳可以，牛柳出没，这牛柳。我是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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